透过闽南语弘扬佛法，希望能够接引更多有缘的众生。净定长老尼发愿，以闽南语弘扬佛法，接引听不懂国语的众生。所以说，我这世人发愿，都是要替佛祖来当这个经论，用这个闽南语、福建话来讲给咱这个会晓听闽南语的人，不要听国语的人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一生的愿望。最近呢，离十万华界呢，我吼讲起来，这就是愿啦。我呢，为着要度少年呢，讲一部《金刚法界波罗蜜经》，用国语来讲。我难得呢，我73岁，才学讲国语呢，学到吼志强要到。拍恁转嘞！这国语咱个吼，毋是无读，毋是袂晓讲，就是无爸爸讲。所以呢，讲台语讲惯是国语吼，咱惯惯。结果呢，好不容易把一部《金刚波罗经》呢讲完，哇！我即马咧讲两网宝忏现场录音。那么这一个段落内底呢，我就希望讲。连经讲完，我就放这个香，放我的金刚法界波罗蜜经。你敢知影？冤枉哦！佛祖唔是我不爱讲哦。足侪人打电话，拢去来讲啊，讲安怎？师父啊，你讲国语，我听无啦。你讲遐哦，我拢听无，我害啊。倒来讲国语听无咧。到尾安怎？反正呢，袂使。我这个台语的不是本源，所以赶紧的把金刚经收起来。我即马放十轮经，大乘大集十轮经。大乘大集十轮经就是我们地藏法门的三经之一。净定长老尼与十方法界弘法卫星电视台，以闽南语讲述经典内容，让众生知晓佛法的深奥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郭义文高雄采访报道。